大洋环球08476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止全年业绩，毛利 4867.5 万元，按年升 15.3%， 纯利录得 2734.6 万元，按年大升 46.2%， 每股盈利 9.8 仙，派每股末期息 2.5 仙。稳定的派息反映集团现金流强劲，集团持有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3560万元，较去年同期增 1.2 倍。稳定的现金流令集团能进一步提高市场竞争力，且2021年集团货存金额较去年减少 16.6%， 存货量的减少保证了集团急冻海鲜产品的新鲜和高质。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急冻海鲜市场造成巨大冲击，但集团盈利并未受经济环境所影响，主要得力于集团稳定维持现有的供应商，年内为近400个客户供应超过100个品种。同时，由于疫情期间全球范围内的旅游禁令，反而令人们更愿意花钱购买较为高价但品质优良的进口食材。集团也抓住这一商机，积极探索和发展新的供应商及本地潜在客户。在此新机遇新商机的事态下，集团业务前景看好，值得留意。阻力位为1元，支持位于0.7元。